海渤海半岛一碧蓝，海天茫茫灯光闪烁，五洲万艘船。题材选择，这个确定一个歌曲的一个定位，你想写什么？别想写太多，你不能在一首歌里承载无数的东西。你把一件事给写透了，把一个小角度写透了，那就非常非常成功了。你想唱什么？比如说，可以唱事件、一件事儿啊，情绪、一种状态、情绪、情感，然后呢，哲学的思想啊，哲思也可以写景，还有永志、抒怀，对吧？然后情感呢，也包括爱情，还有亲情，还有友情，对子女的、对父母的、对朋友的，对吧？所有的歌曲里头，爱情歌曲最多，所以也最容易唱撞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好多人呢把那情歌可以写到那个，非常稀奇古怪的切入角度，最后角度切入取胜的也很有意思。那我给我印象最深的这两天听到的，之前听到的一个小女孩，她跟她男朋友那个分手了，她就诅咒她的前男友，唱了一堆"我祝你什么什么什么，我祝你什么什么"，就差点没说"祝你生个孩子没屁眼了"哈。但是她一个脏字都没有，她说"祝你，遇到的所有的女孩，对你都比你对我还狠啊，什么之类的这种。"然后呢，这个全是诅咒，但是很流行的歌啊。爱情歌曲呢，适合那个年龄段的那个年轻人们去写、去唱去啊。但是过了那年龄段，我们可以写别的东西，可以写的东西非常多啊。那么歌曲呢，也有风格的选择，它的定位方向、风格选择，那个用什么题材去唱？你比如说通俗、民谣、民歌、美声啊，还有国风，这两年非常流行国风。一段特别玄虚的一段那个文字，每个字每个词都非常华丽。你不看字幕，你根本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。你看了字幕以后呢，哇，厉害啊！什么什么风雪啊，什么什么宝剑啊，什么什么啊，月亮啊，是吧？咔咔咔，对不对？左手指天，下右手指黄泉的那种，哎，整的这些玩意儿，然后唱配上戏腔，配上那个古风啊，叫国风嘛，很牛。然后呢，戏剧有传统的戏剧，现在呢，小年轻人又流行把这国风的东西引入到戏腔里头去。还有摇滚，那是好多年了，一直在长盛不衰的说唱、rap 什么啊，还有小调啊。那这些东西呢，有些是靠这个唱法来解决的，就是我嗓子就这样，我声一出来就是一个美声，那你让我唱通俗行不行呢？也可以，你可以拿着嗓子唱通俗，但是通常的这个，我觉得，大家初学者的话，一般人就写通俗和民谣就挺好，这俩也有点扯不清楚啊，也分不开。然后有独唱的。两个人唱的，一大群人唱的啊，都有对唱都有把这个调一调，不要过分纠结，好多东西呢，你按照你最理想的方式给它写出来，最后它是什么就是什么。而且好多时候呢，你写出来以后，你发现你的是什么，编曲的那个说了算。他给你编的时候，我的一首歌的最早的时候，我请的编曲，他直接把我4/4拍的给改成4/3拍了，他觉得特别棒，俄罗斯风格了。我说我写时候没想过俄罗斯，然后那个那没办法，那就只能听他的了呗，然后呢，这个你把你的一种风格给贯彻到底，贯彻到极致，你不，我见过，因为我在音乐行业工作过几天，那工作人员经常说，哎，我这现在洋啊，我这是 R&B 啊什么之类的。我说你为了写歌，你写了个 R&B，R&B 是一种风格，你写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呢？关键你那 R&B 里装了什么东西呢？他觉得只要是 R&B 就好了，这没意思了啊。然后呢，有时候给自己写歌的时候呢，他压力比较小一些，但也有时候给别人去量身定位去做的，就给专业选手做啊，量身定位。我来这么一歌手，你给我写一个。我给一些歌手写过歌，那基本上，能给他挑得很准一些，能做得比较准。中唱也出版过，央视也做弄过。有一个贪官包干二奶的时候，他说唱民歌的，我给他写了个叫《大秧歌》，央视放了好多回呢。然后也有一些这个像什么企业的什么，甚至红白事儿的啊，企业年会的都可以写出这些指定的叫做指定作文吧，这个也可以写，但是呢都得先磨笔。我给我的老家大连写过一首歌叫《大连大连》，那就像这种呢，
指定的作文的时候，就一定要把它的特点给它抓住。大连的特点呢，我没找的特点我就不写，但是一下子想到一句，把那特点给找到，就从地图上、地理位置上把它找到了，那个就成了我副歌的最重要的一句了。听几句吧，这个地名基本上都大连的，你换任何一个城市都拿不走这歌。茫茫灯光闪烁，五洲万艘船，地杰人领悟，乘风绕境，好人更好。苍苍岁月斑驳，故事讲不完。六楼环绕钟声广场，释放大转盘，人流如潮汐。这个就是命题作文，专门写一个城市，写的大连的歌，但是大连政府没有帮我推广，这没办法了啊。公鸡的嘴儿尖尖呀，哪里就是。